车顾问，专卖您的好车。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。今天你看，头家都出了问题了，哎，还有啥？面罩啊，面罩。没有，这个坏了，方向盘你知道？方向盘前面不是有一个基座？对，就是盖基座的，一个下盖，一个上盖，两个盖起来就比较漂亮嘛，挡住那个方向机的。我让你看一下这个，这两个。看得到吗？它正常来讲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，对，长一点的啊，中间有个洞，锁上去可以固定。现在锁上去真的是锁得不好啊，lucky 啊，变坑哎。我们要无中生有，无中生有是这样的，没有的东西生出来不是无中生有，不会拉贡。我们要自己生一个做出来，我们要生出来就把它补满就好了，自己再钻一个洞，锁上去就可以固定。有些人是这样的，如果懒得做，有没有加起来的鬼？拿一个更长的螺丝，拿个垫片收回家了，让它掉呀，往上是锁住了，对，可是那是靠假包哎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原来是真的。这台车好久不见了，这样有啊，有快掉包，这样对，它已经松掉了，锁上去只靠上面那一个扣住而已，所以它一定会这样抖抖抖抖抖抖抖。所以我们今天教大家把它伸卡出来，怎么如何伸脚。今天很热，找个地方吹冷气。你需要的材料是什么？一个科比，他自己就想办法了。我来讲哈，今天材料就是，这不是吹风机啊，这是热风枪，这是超级热的，这是工业用的，它就可以把它融化，把它烧上去。我们不能把它补平的，它是有高度，对，高度大概就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就要做一个，我等一下把这个雕啊，给它抠起来，你要中那坑，就这样，就这么简单。要露出一个小军头。对，因为我要抓这个高度啊。好啊，等一下我们就这样烧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。你把学会扇手哦，它在上面，这个去烧它，这样一起烧过去。这一种是颠倒，它是倒着走，让它融化，这样融上去，不是烧了走，是倒了走。碰起来就跳舞哦。其实这个有人家卖直接做好的了，其实修理厂都是用自己剪保险杆啊什么之类的。因为它会融化嘛，就是你要吹中间，你知道我要吹中间吗？因为它才会两边都融化。哦，别掉，因为它这个有分材质啊。我们这个材质，你看这边有写 PC 加 ABS， 就啊这里啊，最好是用一样的材质，它会比较好粘。我好像粘不住哎，所以我们可能要去买雕啊。去买什么雕啊？买 ABS 材质的。哪里有 ABS 的材质？太晚了。靠火车站那对啊，那边才有啊，他有卖整束整束的，一般五金厂没有。束带呢？牌子不一样，我也想过了，可是它的材质不一样，两米雕哎。从报废车上面剪一个 ABS 材质下来，对你去剪，最好你剪得到。两个你看，它有融化，可是粘不住，材质不一样。这应该是我在猜，应该是保险杆的材质一样才会粘在一起。哇，不行哎，马上去买。好俩鸡嘛，叫炒米。我刚好试烧，你看，你看，有没有看到？真的是倒掉了。我们用这只烧看看好不好？它真的有分吗？这个比较宽，九个劲吧。我刚刚是有试烧嘛，这一个是可以的。这边留一个这样圆圈圈，啊，这边留这样一条，转过来折起来，应该没错。我试一下好了。要不要烤软一点？韩国那个奥罗亚那样。对啊。哎，你看，反正我们就这样一二三。好像是哈。我刚还在摸的时候觉得很软，结果它现在很硬了。你就点了。好，就决定了，就这样好了。你看，等我刚把它用烧了，马上硬烧断了。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，我们杀好了。坏消息，我们没车不见了。家里老板亏账吗？不能是，大家等下礼拜嘞。他开走了，有啊？被开走我不知道。那旁边继续烧吧。好，继续烧吧。那明天把它合起来就好。那我们把中间补起来，会不会太厚啊？
有点厚，我是怕那个洞塞不进去。哎，我们用这个烧看看好不好？我试一下哈，感觉蛮好烧的。你看不啊？你有看到吗？这我是倒着走的款哈。我阿弟嘛，阿那样，到时候说中间再挖一个洞，给螺丝锁的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一个座，我们要装上去，像垫片一样，送给你，高度固定掉一点点，就是要让自己钻那个洞锁上去这样而已。可是我只是怕它这个东西会太厚。厚没关系，要你再抹啊，抹个薄的话，我们就拿那个抹一下就好了。好，换这个，这样更不会咬了。一颗眼睛白的，一颗黑的，到时候就是嘴正中间用那个小钻孔先钻个洞啊，到时候锁上去，我们就有一个像垫片一样卡住了。慢慢买再修呢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去买一支，以后我们的保险杆什么都可以烧。保险杆不是说这样，螺丝锁起来很容易这根就破了，破了烧这根脚啊，所以有时候锁用力一拉就掉出来了，所以我们就知道再烧一只脚，有这支我们就可以像刚刚讲无中生有嘛，一直生一直生。所以要买这个吗？这个有了，我们今天有了，这个材质会不一样。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要先烧这个米粒的家？我先聊，先气功嘛，一条哦。这个材质就不一样，这个是保险杆折下来的，保险杆有可能就是像这个塑胶，塑胶跟这些牛皮起来，好像滴血认亲嘛，一样的，它还会连在一起啦。滴血认亲，你知道吗？你阴我，你拿我的小孩。好了，等他来了。完成一半了吧？我们最好做好了啦，那我们就等小师回来吧。今天要屌啦，加固了，哎，好硬哦，好硬，硬啊，哎，你看，我干，有没有？笔都坏了，没想到效果还不错，好吧？等那个死亡去试试看看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好了，那天修啊修啊修啊，加炸尾。起码卡炸，进来都用，后面烧好了。因为我们看上去是这样啊，到时候我们就把它挖一个洞。啊，背面呢？背面这边好厚哦。对啊，没有那可能磨掉了。哎，有快吗？充电的，好像很那个，很厉害哦，好像很高级的样。高级哈。好了，我们去找个地方坐着。这是要干嘛？欧康啊。哦。不是老师没送给你？哦。欧康，走走，我们去欧康。你来吧，电池放下去就好了。泰山。你要看水器哦，我就晓啊，我跟你明天看啊。你水器若要先切开，我就先来切开。我先钻那个洞，就这么简单，再锁上去，不，安尼对吧？那就可以了。一个洞啊。这就是可以这样啊，啊就过了。哇，安尼鬼啊！再把它。扩大一点，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用大的？只有这只是尖的。对啊，只有这一只尖的。如果洗超过螺丝的宽度，不是不会啦，就把它弄，不可能会超过的啦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螺丝再怎样都有个垫片呐，螺丝不是尖的呀，螺丝有几个槽啊。除非你今天是用这一拱的，把它钻过去，这个钻过去就很比较大。实际你弯这么大也没关系啊，因为你应该知道垫片就是上面有个网，对，所以几只槽啊，一开始尖的啊。再摸一下呢，螺丝我们没有拔到嘞，螺丝不知道长怎么样，老师自己拔下来了。对啊，啊，我现在不确定的是车子上面螺丝还在不在，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好，走走走。你还拢无讲啊？是到底一级修无钱哦？地上有吗？地上，地上，转几包？无，真的没有，没有嘞，现在没有嘞。好，那我去拿青菜可以等一下老师。锁一下就好了，来，锁不进去了，太粗了，对不对？那么细哦，我干，它好细哦，现在锁上去靠这个是假的啊，你要拿这个去比才对，好，这才是正确的尺寸。对啊，等一下哦，先拿出来一下，我看一下我挖的够大吗？还不够大嘞，等一下再磨大一点，等一下太小，太紧，好，我继续磨大一点。可以了，耶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没丢，看不，找不到洞啊。新手。对啊。第一次。我第一次。因为我怕我孔不是挖得很正啊。嗯。对啊。啊，现在又看不到，那我这边再拆下来。
啊，这两个距离是多远？你这样最好可以量啊。我量一下，到底多宽啊？不拿皮尺来量。好了，想得多啊。阿力嘛，你看看，阿力，阿硕来，啊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我知道了，应该是不够宽呐，所以要宽一点。所以我往横的方向发展一下。我看，变长了。比想象中难锁，再磨一下，磨大洞一点好了。理论上应该可以了吧？你是给个这些那个啦，不用盖我锁了。我拿个强力磁铁来吸。你说用磁铁，它这样最后有磁性。对吧？对吧？你这边锁进去了啊？对啊，锁进去了啊。哦，厉害啊，厉害啊！给它这里紧歪掉，哪里歪掉？这边凸出来了，哇！哦，你可以啊，你又跳出来了。我再猜啊，可能我烧的比较长一点点。我觉得是烧太厚，烧太长了一点点。太厚了，那边有开吗？一点点，因为这边也是有一点点。你如果用力一点，它就会开了。科皮教大家三秒钟把引擎灯消掉。怎么消？贴胶带。贴胶带贴起来啊！撕胶带一秒，贴胶带一秒，三秒钟解决。好了，慢多点嘛，好了。好了，那这边这样就算 OK 了吗？不像了吧？不像了。等他到时候有声音再解决吧。耶，结束了。这次为了把那个声音弄没了，我们没有材料还不够。我们去后火车站买了这个 ABS 这个板子，然后几个雕啊，到底贵还是小？那大家请贵一千多呢？对，一千多块啊。好，这个分了几个材质啊，又是 Shocka 的 ABS 啊，像 PP 啊、PC 啊，反正都买了，以后就可以用得到了。啊，这材质有两个啦，我们就买黑的，白的黑的。啊，这雕嘛，其实就灰色、白色，还有这个哦，跟它米刷这些，还有面啊，这个是 ABS 啦。不管什么物件啊，该派只要是需要干的在修啊，可以自己接保杆。对，可以，或者是一些拔下来的塑胶纽扣啊，断脚我就自己烧了。我把都会人这边看新的，唔想修，你知道吗？拿类似那种电珠机的灯，有没有左右这样扣住，有没有压下去当个连柱，连柱也有是这样的。可是那个表面不是还要这样？对啊，啊，这个我们就是尽量把这面连好，连你过了就好了。有问题他还是找我们，所以测试好不好？其实等你就知道了。好耶， yeah, 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铃铛哦。耶，拜拜。可是他引擎灯又亮了，他引擎灯不永远弄不弄的哦。这你虎节了哦，虎节哦。Ultra Dash Z3 Plus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一只蜈蚣，100条腿好了，它踩到一个大便，可是有99个脚印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它有手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为什么变九十脚？因为有一只这样。哦哦，因为很臭。